我是龙美兰，我是四岁。今天我会介绍你们不同的音乐机。这是口琴 ，This is a xylophone。我们试试一起讲 ，xylophone。是啦，我现在会表演用口琴。你哋觉唔觉得好好听吗？这是共琴 ，This is a piano。我哋试喺一齐讲 piano。系啦，我而家会试下用共琴。觉得好好听吗？一是电子琴 ，This is an electronic piano。我哋一起讲啊 ，electronic piano。系啦，我而家会表演俾大家听。Thank you.
咁好聽嗎？我好喜歡這首歌，這個是後鳳琴。This is a pianica。 我們一起講啊， pianica。 對了，我現在會表演給大家聽。你覺唔覺得呢個音樂機好搞笑嗎？這是手指琴。This is a kalimba。 我哋試下一齊講 kalimba。 係啦，我而家會表演俾大家聽。This is a recorder. 我哋試下一齊講啊， recorder。 係啦，我而家會表演俾大家聽。这是 ukulele。 我哋试下一齐讲啊， ukulele。 系啦，我而家表演俾大家听。大家你最喜歡咩音樂機呀？我今日好開心見到你哋，希望下次我會